现在想一件事情，到底要不要先把排行榜出来？就是我们要不要？哎，我排行榜不见嘞。排版不见了啦！哎，官方，等一下，这局好闹哦！哎，怎么我讲完的时候排版就不见了？哎，我眼睛怎么了？还真的不见了哎！哦，在这里收礼收礼，我真的不知道干嘛。王老师讲了吗？见识一样也讲了，差不多啦。电视可能也讲了啦。啊，我后来影片可能会比较强调先玩，但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影片在前期，我会先把一些重点出完。嗯，我想一下啊，要不然先排行啊，不然也不知道干嘛。哎，说错了，交易所啊，说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讲了最新的一个冲顶的一个装备哦。所以大家都在卖这个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涨，一直涨。我觉得大家都很现实哎，就是有一个是目前最贵的那个东西就一直涨，然后现在都会抛弃，我真的是有点俩公哎，说真的，唉，所以我们是要去打双卓越吗？还是怎样？蛮讨厌的啦，卡在这边。这边也不能传送。今天还糊你哇！你要怎么寻求协助啊？我脑袋焦了。